大家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我今天会直播一个小时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Hello，Hello。好久不见，对呀，一个礼拜不见。我们先来聊聊天好了，等一下再进入主题。对，这个就跟今天的主题有关哦，这个东西。Hello， 大家好。OK， 晚安，大家晚安。OK， 啊对，你们有没有去看嘉玉直播呀？来聊吧，好啊，你们有没有去看嘉玉直播？有吗？有吗？有看有看，你们偷偷告诉我，他是不是有说什么一些小秘密？快点，快点说，快点说。没有哎、欸，哪有？我知道你有看，小华哥不要骗我，我知道你有看。快快快，来来告诉我吧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Hello， 布丁神推旅馆，那你一定知道啊，布丁直播有没有说什么东西？这个头饰是等一下主题会聊的东西。紫萱头饰好可爱，这个是等一下那个聊，就是差不多的话题了。自首时间到了，有报对，小花哥你也要承认了吗？你有去看他的直播？布丁都有跟我说，说完我就忘了，因为是紫萱的料。未看先猜，对对对，这是韩国的。晚上好，大家晚安。李氏姐妹，李氏，真的有，他们也是带这个东西哟、哦。一定要，哎，快快快，布丁是爆了什么料？跟我说，我有两个耳朵，这里还有耳朵，四个耳朵。我有四颗多，还跟你报备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快快快，你们要跟我说啊，他报我什么料啊？他说你不念排名的哦，哦，对啦，因为，对，没错，这个是真的耳朵，这个，对，我真的不会看欸。他今天说，他今天有教我，他说左上角，但我真的不敢按欸。我记得我上次按，然后就灰色的荧幕，然后就全部消失了。这是我真的耳朵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害我都很生气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看耶。哇，这个是哦，更新了，不要乱爆布丁的料，生气气，我没有乱爆布丁的料啊，我没有爆布丁的料，好不好？没有，真的耳朵会上新闻，这才是我真的耳朵了，这是假的耳朵，其实我是那种晚上会突然变成猫咪的人类。主播美平美丽，但旅冠不要欺负我紫萱，生气气。对，旅冠你怎么可以欺负紫萱呢？虽然你是布丁神推，很棒很棒很棒。对，紫萱要按按看吗？其实我真的我不敢按欸，我之前就按了，然后就灰色荧幕，然后就跟你们拜拜了。
我就不敢按，真的很恐怖哎。怎么能欺负子萱呢？对呀、啊，怎么能够欺负子萱？子萱去韩国，对，等一下会跟你们聊韩国的东西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记得有一次我要看那个排行榜啊，然后我就按了左上角的东西，然后它就变灰色的荧幕了，我就在此都不敢，从此都不敢再按了。可是我没有按关台，我不是按关台。我是按东西，它就灰色的荧幕。真的，我不敢，很恐怖哎！不要，我还是不要念排行榜好了，这真的太恐怖了。对对对，我之前哦，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拿掉？好。Hello， 哎，怎么又有了？好，拿掉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了什么东西？超级布丁粉粉粉，小华哥，你的名字是不是改了？人在外面没办法听声音，没关系。小华哥，你是不是改了你的名字？对，我刚刚想说小华哥布丁，怎么改成布丁了？嗨，好久不见 ，Hello。这是布丁逼我改的，怎么可能？布丁才不会逼你做这种事情的。布丁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呢，真的、哦，布丁不怎么可能，怎么可能？绝对不可能。手花哥，你不要推卸责任了。真的啦，哪有？手花哥，你怎么这样？怎么可能？布丁才不会这样呢！我要相信我的布丁。这礼拜手滑哥一直让我很多证据，我知道啊，他有 po 他的限动，然后我在韩国就看他有，因为他有标注我，然后我在韩国就看到他在看布丁的直播，没有关系啦，是布丁的，我可以原谅你的。冤枉，走啊哥，你是冤枉的吗？那我等一下去跟布丁确认一下。而且布丁直播，对耶，手滑哥，哎，这样真的不行，手滑哥，请相信我，你可以问布丁。好，我等一下就去问布丁。哎，那你哎，各位，手滑哥说的是真的吗？布丁真的叫他改哟、哦。真的是这件事情，你看我都不改。对啊，卡丘，你看卡丘就是叫卡丘，没有改过，多棒呀！始终如一，对嘛？卡丘你是好人。手滑哥，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确认，我相信你，可是我也相信布丁啊。我不知道，我看布丁那么善良，怎么会威胁？一定是被恶势力欺负，没错。谁欺负？谁欺负布丁？子萱晚安，桃花哥晚安。桃花哥，你前面两个字打什么呢？他怎么被消掉了？子萱可以补档，桃花哥在直播时。一直说对你生气，一直说对你生气，什么意思啊？对呀、啊，手滑哥，我看到了你的头贴是布丁狗，我来可手滑哥感动的，他会跟你是要爆什么料吗？请尽量说，我来保护你。好好笑。
事实啊，卡丘，那你也要爆料吗？怎么这么多人要爆料？来来来，哦，来看手滑哥。哦，好吧，没有要爆料哦，这样子不行。互相伤害没有，我都很爱我的粉粉们呢。晚安。那我们先跳过这个话题吧。可以证明我的清白，真的哦。哈，布丁，好了，没有关系，布丁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午餐，午餐，一来就有爆料，可以听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绝对不会爆布丁的料。反正布丁说什么都是对的，绝对都是这样。布丁直播很活泼耶，对啊，布丁很活泼，布丁本来就很活泼啊，他很可爱。你们要互爆料才是好姐妹，我们要私下好好相处。布丁说你嗨起来也很厉害，对啊，我就是对那种就是朋友。认识很久很久很久的人就会很就是很熟那种，我就会真的就是放下心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会变得很活泼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姐姐打喷嚏真的是很大声耶，影响我的直播。你们都听得到哟。私下打架，表面恩爱，哪有？我们是私下恩爱，然后表面也很恩爱。偷 diss 姐姐，好大声！对呀，姐姐真的是，害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这喷嚏真的很大声，我们不要讨论姐姐的喷嚏，她会害羞。私下我不知道，真的啦，我们私底下是真的很好啦，你们怎么可以怀疑我们的感情呢？这样不行。好啦，手滑哥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可是我又不会怪那个叫什么佳玉的，因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布丁有报子轩的料诶，你是说那个我不会看那个排行榜的那个料吗？我先送你乌鸦押金好了。好的，手滑哥，我是相信你的。主播晚上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好可爱，今天带了猫咪还有蝴蝶结。谢谢超级粉布丁粉粉粉，哎，你的照片真的让我很不习惯耶，这样子。好想子萱，我也好想你们，真的，所以我今天才加播啦。你看，我以为你们会就是会来看我直播的人会变少，因为这是临时加播的。被 Q 头贴了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真的好久不见了。对，我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你的头贴了。哎，怎么突然哦 ？OK， 不会啊，我830才要忙，忙什么？你要忙什么？有活？哎，刚刚前面说什么了？不会啊，有活动加持，这两周会很多人，子萱要把握。怎么了？太久没看子萱，都忘记我有加粉丝团了。什么粉丝团呀？我要忙着什么大事？你的字被划掉了。子萱不要多问。咦？好吧，那我就不多问。哎，汤华哥新之冠拿掉。好了，那再继续把耳朵戴上。名字是粉红色，就是加你的粉丝。哦，真的真的有。名字是粉红色，塔瓦哥卡丘。为什么手滑哥没有加粉丝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
那黄色是谁的粉丝啊？粉丝团。Cantino，子萱晚安晚安，你也是粉红色的耶，所以你也有加我的粉丝团。哦，开底色哦，开底色就不会有那个粉红色哟。哦，因为我有底色，OK 的。大家晚安，我有加你粉丝团哟，我有看到你是粉红色的。你看我是粉丝团四级，有我看到了四级粉丝哦，质疑 Mina，Hello Mina，比较贵哦，有哦，我知道有那个底色是很厉害的，我最爱紫萱了。好多人呢，好多人呢，好吧，那我们开始聊我去韩国的事情吧。我喜欢紫萱，一直都很有气质，谢谢你们，我也好喜欢你们。我们来聊韩国吧，我来聊啊，对，我这次有那个什么，哦，谢谢 Cantino 真情告白，我这几天有拍了很多照片，要给你们看。是截图吗？我们要截图，我没有拿到。我下一次直播会给你们看那个视觉图，下一次直播可以给你们看，这次不行，这次还不行，下一次直播是礼拜二，你们要来看呢，我就可以给你们看那个视觉图。紫萱只有一张，好，OK，对，我没有拿到。韩国，我去韩国的首尔。几率一样啊，我去韩国的首尔。哦，对，诶，我刚刚有说吗？我说我会拍很多照片，我有拍很多照片，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，然后就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。自由行，对，没错，我跟妈妈一起去的，有去看人家大学吗？什么人家大学？哦，潘子怡、Mina 姐姐，买了很多好多东西哦，我装满了一个行李箱，还有上面一个袋子，真的很多诶。其实我每次出国都差不多。南茶我没有买南茶来喝诶，好好，我跟你一样15岁，但我现在也在台湾呢，我现在也在台湾。宏大也有去，宏大不错哦。你们知道梨花吗？梨花对，梨花女子大学有，我有去，而且我已经比较过了，梨花女子大学是所有地方几乎啦，就是。你们知道巴士地下街吗？巴士地下街也是卖衣服的一个地下街，就巴士地下街跟梨花女子大学这两个地方，真的超级好买东西的，而且是比较便宜。对，梨花女子大学也是一个很好买东西的地方，真的真的，我已经帮大家比较过了，韩国不熟，没有关系。我也很喜欢去日本呀，有吃烤肉哟。哎，对，你们知道一家店叫做站着吃烤肉吗？有像五分埔，对，有像五分埔的感觉。你们知道有一间烤肉店叫站着吃烤肉吗？是韩国很好的大学，对，没错，是韩国很好的大学。站着吃不累吗？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的那个。就是一个噱头吧，我也不太确定，反正就是很好吃，那家超好吃的，不知道，诶，有人知道诶，是烤肉在台北新，对，它要开了，没错，
真的很好吃诶，站着吃烤肉，我在韩国吃那一次真的很好吃。你们可以去吃台湾的呀，可是我没有，对，台湾的还没有开，之后如果开了，我可以去吃吃看，看跟韩国的有没有很像。脚会酸烤肉，对。一开始我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一间烤肉店竟然要站着吃？不过他们会要站着吃，是因为就是这样比较快可以换下一批客人，就不会待很久，所以他也不会比较，对对对，比较快，没错，一边嚼酸一边吃肉，不会嚼酸啦，很快就吃完了，对对。就是让你赶快吃，然后赶快走。有站立牛排啊，对，日本还有很多历史。有一次，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人一起去日本玩呢，然后就有一间拉面店是要站着吃的，然后我们家只有我妈妈去吃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小很小，然后我跟我姐姐还有爸爸脚就很酸呢，然后我们就去旁边的麦当劳坐着吃麦当劳。吃完不给你舒适的聊天，对，他就是要赶快换下一批客人，这样子很好啊！你看，边吃边减肥耶。你很爱吃站立牛排，站立牛排，我没有吃过站立牛排。你会带走坐着吃？没有没有，我是站在那里吃烤肉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觉得很划算吗？你看又可以。吃到美食，然后又可以减肥，这样真的很棒。我这几天就是走很多路，然后我在就是脚真的超级酸的时候，我就会想着没关系，我现在在减肥，然后我就走下去了，会比较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好像会吃更多，可是他就是给我们一份，就是那个分量都一样。站着吃，如果你们之后有去韩国，可以吃吃看，真的很好吃。我去日本也走很多路，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会吃更多。不过可以加几个，他就是看你两个，然后就会有两个卡了一下，卡了有，算了，好，就是有两个人，他就给你两份肉，那你三个人来就有三份肉。可是如果你想要多吃一点。也可以在家，结果没减到肥，小腿肌发达了。不会的，我现在有在努力抬腿，我很怕练舞，然后让我腿变粗了。韩国泡菜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但是韩国东西真的好辣哦，真的很辣。虽然我所有的辣里面最难吃的就是韩国的辣。Hello， 秀贤。要自己买，先买白饭。对，哇，飞机是不是很厉害？你竟然知道要买白饭？我们也有买白饭，我们家也有买白饭。很辣，但我不适合去韩国。对，韩国东西真的很辣，但也有不辣的啦。你不会腿粗的，我也希望我的腿不会很粗。好久不见 ，miss you，I miss you too。子萱很难吃辣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算是中等吧，中等偏低一点点。可是我可以吃韩国的辣。找不到辣的吃，你是很难吃辣吗？什么都不觉得辣。子萱有吃韩国的人参鸡吗？我妹妹去年有吃人参鸡。我好像在上一次去韩国的时候有吃过诶，韩国的辣有的，有的真的很辣，但是像是石锅拌饭的那个什么辣酱啊，就还好。韩国泡面吃过，我韩国泡面不敢买辣的，我不敢。我很爱吃辣的人，你是说你是个很爱吃辣的人吗？有时候也觉得很辣，
好像喜欢吃辣的人就是喜欢那个辣的感觉，就是很辣的那种感觉。我的嘴唇怎么了吗？我也不是不能吃辣，只是不喜欢。对对对，不喜欢吃辣的，就不喜欢那个感，就是会有时候会麻麻的吧，那种感觉就不好。妈妈也吃辣吗？吃，妈，我姐姐是最能吃辣的，反正我在我们家是最不能吃辣的。那子轩爱麻辣锅，喜欢麻辣锅，但是我不会，我都会点鸳鸯锅，因为我没有很能吃辣。韩国饼干都是甜的，我没办法接受。有啊，韩国饼干有咸的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像我这次去韩国就有吃，可是咸的比较少，甜的比较多。相比辣，比较喜欢麻的感觉。哦，所以你喜欢吃就麻的？哦，我不喜欢麻的感觉。哦，麻婆豆腐那种感觉吗？那子萱不能当辣妹了。没关系，我本来就不是走辣妹路线的。好久没去韩国了，可以去韩国啊，韩国很好玩嘞，日本也很好玩，我下次要去日本玩。有吃炸鸡吗？有吃，超好吃，真的。等一下我们吃什么啊？我们那一家炸鸡叫什么？桥村炸鸡，桥村。桥村炸鸡超好吃的，真的。子萱是不辣妹，我不是辣妹啊，我穿的衣服都很保守的。好像真的很好玩耶，子萱这次去，对呀，真的很好玩。桥村吗？对，桥村炸鸡超好吃的。一起去迪士尼乐园，我真的很喜欢去迪士尼乐园呢。然后我去迪士尼乐园。我小时候去迪士尼乐园就会买那个公主服，公主服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都会有个村，我没去过，那之后有机会可以去去看。晚安安，韩国炸鸡真的好吃，真的。我自从吃过韩国炸鸡后，我就不再吃美式的那种炸鸡。韩国，对啊，韩国没有迪士尼，公主服住的，没有是买的。炸鸡点什么口味吃？我们家是点混合，就是两个口味，一个辣的，一个原味。但其实我比较喜欢蜂蜜的。我也很爱去迪士尼，真的，我也喜欢韩服体验。有，我上次去韩国就有穿韩服了。该自己缝一件当今年的生日礼物。韩国我喜欢酱油的，哦，酱油的也很好吃，真的。那好小件哦，那是好小朋友穿的，就是我小时候买的，我现在穿不下了。可是我不会穿公主服，不会，我华哥不用穿公主服，真的。谢谢卡丘送我真情告白。帽开了，夜了。主播晚上好，Hello，我们不介意女装，哎呦，坤坤有点坏哟，谢谢飞机，是去租韩国传统服饰穿哟，我有租，上次有穿韩服，我是不是没有发过？那我下次整理出来给你们看我穿韩服的照片好了。秋，你叫小华哥穿公主服吗？我会被收进的，要找机会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太过头了，不用，真的，我觉得上次的小埋就很可爱了。我还在吃晚餐，不想吐。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不能，不用，子萱你
你还不是要手滑高仓顽皮豹跟小埋？小埋很可爱啊，顽皮豹也很可爱，那是可爱的，真的，真的要手滑高，你穿小埋很可爱，真的嘛？我也想要穿穿看小埋装嘞，下次有机会去买一下小埋装好了，然后直播给大家看。紫萱布丁叫我下次穿布丁狗穿。手滑哥，那你这样子就不能应援啊？这样子就不能用我的嘞？好了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布丁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不会了，都可以同性结婚了。你刚才说你是零号，穿维尼比较哦，维尼，哦，维尼也很可爱，不过还是那个小埋最可爱。柏林有一件小埋，真的，真的，好啊好啊，有机会去跟他借一下好了。我其实一直很想要穿穿看小埋装。小华哥只要穿奇异服装，女儿就知道爸爸要出门追星了。小华哥，你要给你女儿买一个小埋装啊，这样很可爱耶。上次直播柏林有穿，真的，小埋，我的小埋，你最后会不会 cos 到布丁佳玉？那不能不能，这就不行了，你要先 cos 我才能 cos 布丁佳玉，不用浪费钱再买一件。好的，我可以，我问问看柏林好了。小埋是什么？是一个动漫，很可爱哦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什么？我家有个鱼干妹。很好看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很推荐你们去看哟，真的很好看。手滑哥戴假发能看吗？穿皮柱装好了，皮柱超可爱，诶，皮柱没有在我身旁，没办法给你们看。皮柱超可爱的啊，哦，紫萱不是喜欢皮柱，对对对，我超级超级喜欢皮柱的，皮柱真的超可爱。没有紫萱可爱，手滑哥 cos 布丁怕爆，我没有对手滑哥有信心，不行啊，手滑哥你不能 cos，不能先 cos 布丁，如果你要 cos 布丁，你要先 cos 我才能 cos 布丁，杨 杰可以握爆手滑哥了啊，对耶，这样子。这样子，你们还要记得下次如果有握手会，如果小花哥 cos 我的话，你们要记得跟我握手，不要忘了我。我 cos 布丁，我怕杨杰旅馆爱上我。我要转推小花哥，那如果我 cos 布丁，那你们就要转推我了吗？好，我不会找比我胖的握手。卡丘不能说这个不能来 stop，停止这个话题 stop，直接跟手滑哥握手去，好，停止这个话题，好，我们继续聊，我们刚聊什么？小埋啊，是不是有人没有看过小埋对不对？看一下是谁哦，叶兰，去找找，好，真的很好看。转推手滑哥，大家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们去推布丁，去推布丁，你可以偷收握手券哟、哦。手滑哥也去旁边站着，然后跟大家握手。直播有穿，对对对，卡丘刚刚有说，柏林如果有机会，我可以跟柏林借来穿。这样是不是上国中以下的可以握手？为什么上国中以下的可以握手？我骗一下握手券，然后去握紫萱，好，可以的。自从转推手滑布丁后，后面的字就不好说了。手滑哥自己去解决吧。国中以下的才比紫萱。才比我什么？才比紫萱什么？瘦？没有啊，品涵一定比我瘦啊！
平涵一定比我瘦的，平涵超瘦的，真的。紫萱太可爱，我才不要 cos 布丁呢。手滑哥任性了，手滑哥任性。最近手滑哥布丁 IG 洗版好严重，我有看到你的那个叫什么，你的限动都 po 布丁佳玉，然后标我。Mina 听说也没事的时候亲友，对啊，其实大家都很瘦，真的。因为我怕紫萱太想布丁哦哦，手滑哥很好很好，我是真的很想布丁啦，真的真的，我对你很好吧？没错，手滑哥对我很好，真的没有错，我知道我的粉粉们都对我很好。cos 布丁可以更靠近紫萱呀，对 cos 布丁的话，我想想看我平常会对布丁做什么，平常布丁都会抱我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起聊天，然后一起去吃饭，嗯，感觉不错呢。他每次都说你是他，对呀，我是布丁的，布丁也是我的。害我都一直吃醋，石花哥不要吃醋，所有的粉粉也都是我的，真好羡慕布丁。今天有活动截图，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，下次礼拜二会有那个给你们看。紫萱布丁都是我的，好多粉红泡泡。什么？哦，你说我在聊布丁加油的时候，当然咯，我们可是永远的 CP 呢。为什么吃饭啊？我想问你们，你们觉得我跟布丁佳玉长得很像吗？为什么好像很多人都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？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两个长得真的很不像啊。有很像吗？气氛像吧？哦，有可能，可能吧，就是同年纪，感觉就有点像。不像，其实我觉得长相是不像的，就会像了哦，有可能。对对对，琪琪跟阿 K 新闻我也有看到，他们写双胞胎，我就想说奇怪，又不是双胞胎，有像的一点都很可爱，呵呵，谢谢你们，就跟宠物跟主人一样。你说谁是宠物，谁是主人？那种气场。哦，怎么样的气场啊？就是比较年轻，比较小孩子气的感觉，就是讲话比较小孩子的感觉吗？你们谁是宠物呢？嗯，那我们都是宠物，然后你们都是我们的主人，这样子。长相处慢慢潜移默化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真的有可能，佳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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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， 佳玉，布丁来了，佳玉，佳玉，我来好好跟佳玉聊天了。哦，那佳玉，那我现在就可以问你了啊，小华哥，我现在问哦，可以吗？只选我的。今天还是好可爱，没有佳玉可爱，布丁你最可爱了。可以哦，好，那我来问那个佳玉，佳玉，可可紫萱是我的，佳玉也是我的。佳玉你是不是叫手滑哥？诶，手滑哥你改掉名字了。手滑哥你诶，不是啦，佳玉你是不是叫手滑哥把那个头贴改成布丁狗的？没关系，柚子是我的，卡车跑的柚子就交给你了，不是我说的，你看佳玉说了，不是我说的，你要诚实回答，佳玉说了，佳玉说不是我说的，跟紫萱只能选一个，说话高选谁？直接对质，布丁是我的，杨倩不对，布丁是我的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快快快，佳玉你说你是谁的？布丁说你怎么这样？现实到底是什么啊？所以真的是什么啊？布丁是粉丝的，
我是子萱，子萱是我的，没错没错。你看，佳玉也说了，我也说了，所以这代表这就是个事实啊。要决斗了吗？来，我们来决斗。佳玉，你不能这样，子萱语气，我才没有这样嘞，我说了啊，我说佳玉说的都是对的，佳玉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事实是手滑哥忍不住，手滑哥，我真的好没有关系啦，我不会怎样的，真的。布丁太棒了，当然布丁说布丁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最棒的。有四十，那有八十吗？你说什么八十？你说体重吗？体重是绝对没有八十的。杨坚你怎么心碎了？杨坚你不要心碎啦，没有你要继续神推布丁，一定要继续推布丁哦。对了，子萱，你要不要澄清一下我的爆料？有啊，我说啦，可是我是真的不会用，我还是不敢用。有，今天佳玉有教我在左上角，但是我不敢按，因为我怕我的直播点一下就毁掉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等一下结束完，然后跟你们说完拜拜后，我就按按看。然后如果成功的话，我就跟你们就念一下排行榜。如果不成功，反正也是平常的事情，我平常也没有念那个叫什么排行榜。那下次你们合播再一起试试看。好的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们，让你们非常的期待。一直欺负我，没有手滑哥，我保护你，我没有欺负你。真的说不清了，飞机，你让你告诉我事实是什么？我要去子萱家直播了耶！对啊，我们都已经约好要直播了，你们就好好的期待一下吧。可恶，好羡慕！对啊，我佳玉要来我家了呢。不要欺负手滑哥，我没有欺负手滑哥，我说我要保护手滑哥耶。要炸厨房吗？杨坚不能这样，我们是很认真的。子萱很会女生撩头发，很有魅力。你说这个？哦，我没有刻意撩头发，我只是想说好像毛毛的，然后我就把它撩起来。我没有刻意的。有准备主题吗？当然有，你们就敬请期待吧。一定要注意我的所有直播时间，随时都很有可能会突然的出现了佳玉哦。看起来很美啊，真的吗？让我再一次，嘿。可以票选主题啊，对耶，那我们可以多合播一点，然后你们跟我说你们想要什么主题，我见你的。子萱加了很多哦，你说今天那个吗？今天的蛋饼吗？布丁吃蛋饼不加酱，子萱呢？我没有加很多，我加在旁边耶。你的裙子在哪？白石麻衣好好笑，这一部日剧吗？好，我等一下去看那个看看。我也不夹酱，我是夹在旁边，就是盘子不是长这样吗？酱盘子长酱，然后蛋饼在这里，我把它放在旁边，然后用沾的吃。这爆料很可以，为什么很可以？这个有很奇怪吗？我最喜欢吃蛋饼。加吧，把蛋饼酱放在旁边的人。谢谢手滑哥，我知道你最支持我了。我喜欢吃原味的，原味的也好吃啦，只是子萱跟我习惯一样，这就是默契啊。加很多酱，没有很多，一点点。佳玉是不是只有一点点？综合喵喵 ，Hello。
欠掉，你走开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阿华，不要难过。那中午谁家酱最多？我想想看哦，应该是我或是北韩吧，我也不知道耶。嗨，子萱 ，Hello。我相信子萱只加一点点，对，我就加在旁边而已，我没有全部用完，我只是沾着吃而已。就有，你不觉得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会突然想要重口味一下，就是很想加，我没有吃光，佳玉，我没有吃光，我放在旁边。好啦，我真的没有吃光。不会，这要对场，这样真的吗？抱歉，我没有吃，有没有？我真的没有吃光。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吃光，佳玉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人，是真的没有吃光。佳玉，我是真的没有哦，我应该要拍照，我真的没有吃光。被爆料，我相信布丁综合喵喵，你怎么这样子？你怎么就我才一个礼拜不见你就变这样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吃光啊。可是布啊，对啊，好吧，布丁说的都是对的，我有吃光。布丁，我真的没有。下次你们合播再吃一次，好。这样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佳玉，不相信我？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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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有吃光，我有吃光，我有吃光。是因为你是好人，终于有人相信我了。我相信子萱，没错，没错。好了，没有了，佳玉说的都是对的，所以佳玉说我有吃光，我就是有吃光。因为你说布丁说的话都是对的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布丁说的话都是对的，所以我有吃光。我的推怎么会这么爱吃呢？我记得有啊，对对对，一定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布丁的话有参考价值，好，我有吃光，我有吃光，我一定有吃光。原来布丁是。S 子萱是 M， 我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哟。我没有挖给自己跳啦。好啦好啦，我们换下一个话题。那要说什么呢？那我们来说今天这个头箍好了。笔记你们不要记笔记，没有。这个也懂，子萱被污染了。对，我是这是我们班同学教我的。出国很好玩啊，有我们刚刚有聊一点点，我跟你们聊这个吧。这个是我去韩国的那个乐天世界买的，那个是草莓吗？这不是吧，这是蝴蝶结，这是可爱的蝴蝶结。姐姐被放生在台，他们我妈妈跟姐姐之前也放生我在台湾呀，同学补汤了，正好都不带我去，呵呵。佳玉是你要带我去，佳玉什么？你要带我去吗？上次回到第一次，对我记得你，什么阿嬷？不是，是阿公，讲错，对不起。我的推好多吃货，我也是个吃货耶，都去，好好好，我们一起去，我们一起去，佳玉要带我去，快点，快牵起我的手手。带我去，小华哥不要跟我抢了，我要都当户小，什么东西？一起去，都去，好，子萱布丁当导游，然后回不来，回得来的，我会看地图，我会看地图，真的，本来就是我的了。强行拉走布丁去时空旅行，
布丁，布丁，我来救你了。我有优先顺位，没错，布丁，布丁有优先顺位，布丁可以很明确的插队，布丁可以，布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。韩文地图啊，不，不行不行，韩文地图不行，是它中文的。纸本地图，手机，手机 app， 手机。要乖乖排队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布丁可以插队，光明正大的插队。子轩对布丁太好，当然咯，当然要对布丁好咯。我教的，还有手滑哥教的，没错，是手滑哥教的，好感动。布丁不用感动啊，为什么？手机我也会看，可是韩国好像不可以啊，韩国可以用 Google Map， 可以用，好大声呢、哦。这样子，子萱英文很厉害吗？还好，收手，普普，这样才可以把它吃掉。哭了，不要哭，可以了哟，可以什么？哦，你说可以了，有那个 map 可以可以用，我在韩国有用，只能用 never， 没有没有是可以，没有佳玉没有，我英文没有很厉害，真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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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厉害，我怎么要爆料？佳玉，你怎么一直爆我的料？我都已经下定决心不要爆你的料了。啊？什么？都考完还背？没有，是要考一个试。要考试才背的，没有，不要不要，我不想爆料，我不想要，挡不住爆料布丁，爆布丁，你怎么这样呢？要相亲相杀，好了，没关系啦。Good eat 好吃 ，Good play 好玩，好，这样很厉害，这样很厉害。学霸组不是，佳玉才是学霸组的，真的，相信我，我是中等程度的而已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在表扬子萱今天教我英文，没有，不要，我很烂，我成绩真的没有很好，没有 ，no， 子萱会念我的名字吗？好哦 ，Nishino， 是吗 ，Nishino？I-I-E-E-E-National 是吗？我是不是念错了呢？向林，怎么了？佳玉，你怎么了？学霸组布丁是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布丁是，布丁的成绩真的很好。你们 National 啊，卷舌，你们哪来的卷舌音？可以 National， 我没有卷舌啊。National， 一念就对，不像什么我是念对还是念错？还有瑞布丁不会，没有布丁英文真的很好，相信我，快点各位快相信我吧。怎么了，佳瑞你怎么哭了？子萱瑞婷念对超厉害，没有。瑞婷也跟我说，不是，我不是学霸，不要，我真的不是学霸，不要说，真的，我这次真的真的没有考很好，拜托各位，我真的没有很厉害。念对，没有，那是因为学 phonics 所以才会念对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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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要说，我真的没有考很好。英文比我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最好是佳玉，佳玉不要再说了，只是大考没考好，大概错一题，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只要我们听就好，让他一个人去讲。好，子萱不要担心，对我来说，你们都很棒，粉粉们对我来说都很棒啊，真的。说好的文科比较好呢？对啊，佳玉文科很好，真的。
没有，我们两个的友谊小船是绝对不会沉的。想走离组吗？对啊，应该是离组吧。我再怎么样，应该都不会读一类吧。反正应该是二吧，三应该不会吧？三不是什么医生吗？理科学，没错，建立在爆料上。不会，我跟佳玉就算爆料了，不管做什么事情是绝对不会翻的。成员独立组应该是，我们就这个不一样，没关系啊，这代表我们两个互补啊。没有考很好，题目没有全部都会，不过我没有全对，真的没有没有。这样子你们等到时候你们知道我考上什么学校，这样你们会难过。我要先跟你们打好预防针。体力很好啊，子轩看过《铁达尼号》吗？我只知道那个最经典的桥段。子轩文科，我从来不是文科的料啊，我不喜欢打针，互给隔和隔离棒棒，互给隔离，为什么要互给隔离？英文好。国文不，哦，对，我国文真的不好，我的国文真的很不好，真的。跟田楠没有没有，你在说什么？National No，你错了，我们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成的。国文不重，对对对，卡丘你说太对了，我也这么觉得呢。马上下个精准的注解。英文最好的才是对，没错，你完全正确，正解米粉，你答对了。把海洋之心丢到海里，好心疼。学业越好，压力越大，对对对，没错，错误，哦，正确，bingo bingo。以后题目都是赢，国文不好，连题目都看不懂。现在的题目应该，我觉得我还是看得懂题目在问什么啦，但是每次都写一大片，我还是训练我的国文好了，可是研究所都是英文的，真的哦，所以我还是要训练英文，哦，全部都要训练啦，真的是，我来上皇冠吧，好哇，好。晴天霹雳，你却轻易放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于是爱恨交错，我帮你填词，对，好，可，哎，又来了，还是我就戴这个耳朵。截到崩图，当然是那个当做没看掉，然后按删除。这是我们这一台的默契呀，怎么忘记了呢？嗨，公主，嗨，叶兰，你有去查那个了小埋了吗？我有闭眼崩图，不行不行，哎，这样子不行啊！你我们的默契在哪里？你们怎么都这样了？跟英文好不好影响不是那么大吗？最后关台前，我再送你一个心之冠，好了，OK。记得哦，截到了封图就是闭眼睛按删除，忘掉这一切吧。封图中奖机，不要。害我很想生个女儿，生女儿，生女儿，生女儿，真的很可爱。我现在看到小孩子都会受不了，真的。你们不觉得你们看到一个小朋友，就是看到个天使，超可爱的，都截不到，崩图奇怪。因为手滑哥你的技术高超，我会上传视觉图活动页面来删除。不要，我说了，我们的默契就是按删除忘掉一切，没错，不是那么大，子轩聪明。
紫萱比较像天使，甚至哎，嘉悦上我帝王阵，不错不错。你学坏，大手笔耶，因为我有内建自动过滤，很好，果然手滑哥是跟我有默契的。也玩这招，玩什么？玩什么？你说送礼物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嘉悦做了什么事情？我来找找。嘉悦，你做了什么事？子萱，对不起，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你们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奇怪的事情？快点，参师招来。什么？你们要跟我说？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？我是不是看不到什么东西？你看我送了什么？送一个帝王阵，他学阿潘的，可爱紫萱。你要自己领悟什么什么？你们害我好紧张，假装有送你礼物，但其实没有。哦，所以写那个东西都是假的。哦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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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哦。真的、哦，这么真的哟，哇！哦，所以我之前念的呢，都是假的吗？真的哦，真的耶！哇，因为没有礼物画面哦，哇塞！哦，所以真的的话会出现的，哇哇塞，太厉害太厉害了！布丁高潮，我还想说为什么会有个礼物叫做可爱紫萱，害我吓了一跳，说为什么会有礼物叫做可爱紫萱，送了一个紫红老师，你们这招没有用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对，没错，嘉悦僵尸在帮我呢，送一个，我以为是什么一个很奇怪的画面，然后你们看得到，我看不到嘞。送了一个郑嘉玉，你们在骗我呀！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哟！我知道，送 love you， 谢谢你。紫萱太单纯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没有昌普，谢谢 Jerry Chan， 要送真的啦！对呀、啊，我真的哦，所以之前我一直被骗了，真的是。紫萱只能被我骗了 ，OK， 好的，送一个加手华哥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已经认清你们了，我已经都看清你们的真面目了，真的是，这样不行哎、欸，这样不行，谢谢 Jerry Chan， 谢谢，要送专手华哥给紫萱的，没错啊。你应该看清布丁才对，没有布丁，刚刚那是在教我，这样就不会被你们骗了，你们这样不对，早晚会再变，不会，我已经记得了，这已经让我的脑袋记起来了，不会忘记了。今天播到8:30，好，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，不像你们，我们要结束咯，各位。拜拜，对，我答应你们要看那个排行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。可是我想要，那我先拿妈妈手机念排行，然后等一下按按看。我想，对，我要念，我先拿妈妈手机念完，然后再按按看，这样子就可以念排行。我来念前十名吗？前十名。看别手机也可以，没错。好，来前十名，第十名 Tomo， 然后我看看哦，第九名草莓酱，你今天怎么没有撩我了，草莓酱？
第八名是叶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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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你要去查那个小埋哦，小埋这本。然后第七名是阿华，阿华，紫萱没有视觉图，所以没截图。对，我下周二才会有。第六名是 Ben，恭喜你 Ben。第五名是 Cantano，真棒真棒！聊你会犯法吗？不会呀、啊，不会犯法的。有，我知道你是 Jerry Chen，你是送真的东西。然后第四名是卡丘，卡丘，恭喜你，卡丘，卡丘，卡丘，第四名。帮图截起来，不要再截图了，各位，我是会眨眼睛的。第三名是 Jerry Chen，Jerry Chen 第三名哦，谢谢你。好，让你们截图。OK，保留紫萱的美图，没错，没错，做得真好。不会眨眼是鱼座呀，平寒呼叫我哦。一次两张一起，好，第二名是飞机，飞机，恭喜你，飞机，恭喜你。OK，第一名是超级纷纷手滑哥，手滑哥，手滑哥，你是第一名哦。好，我很努力的，没有眨眼了。永远支持紫萱，谢谢手滑哥，好可爱。为什么你们都会一直截到我闭眼睛呢？完了，快卡了。又卡了，你说再来一次吗？这个吗？想截海报吗？好，我会去拿海报的。这边拿过海报截图了吗？这次还没有，我下一次会给大家。礼拜二的时候没截到，你是说没有截到海报吗？第一张没有，我没有第一张啊，我没有拿到第一张，还没拿到海报，没关系，我会给大家的，还没拿到哟，没错没错，哦哦哦，对，没错，佳玉你记得对不对？好，我要跟你们拜拜了，我今天多直播了8分钟，好，没有关系。拿海报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，跟大家拜拜哦，拜拜，哎，没有，我要尝试啊，我要尝试，好，我按咯，哎，告诉我一下，告诉我一下，是按那个粉丝团吗？是按粉丝团吗？左上有一个粉丝团，是那个吗？钻石那个，我没有看到钻石啊。真的没有啊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我的手机有点问题？哎，我看到了，哇，我看到了耶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有有有，我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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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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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拜拜。布丁，拜拜，拜拜。